来彻底。
哎，怎么这把又抓一把又抓不起来了，我操，快点抓呀快点抓呀，没人请鸟人的吗？啊，上面不有人请鸟人的吗？嗯，再买三颗炮台再重新布置一下啊，然后再换回天使。哎，又抓不起来了。这不是狩猎的吧，我靠。嘿，小白把自己给炸死了，真是。哎呀。好一个燃爆雷呀。玩得好就是牛逼啊，对吧，直接他妈变成僵尸玩家啊，那么牛逼的僵尸玩家。龙车继续串啊。跳皮哦，也是复活点。再来。你看这种复活点，真是！你看这种复活点，我操，简直烦不胜烦呀！天使都不敢关，你看，哎，圈里面刷个僵尸啊！天使不敢关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！你先斑比啊！啊，有一个右半盘的大肥起飞，作死。嗯，欺负大肥。嗯，这把话抓不起来了。第二把龙神都出来了啊，这就是野凡的现状吧，应该说出龙神之后的现状吧。哎，小白啊，看到你出龙神之后啊，立马就退反了，或者立马挂机啊。上半是不你一倍的话就好了。憨憨大斧啊，那么可爱大斧把他弄死啊！我操，直接全部秒完，真的是一串啊！然后准备开六不得 BB 了啊！跳皮啊，开六不得 BB 啊！龙车他妈直接串人，串死，串死，全部串死，全部串死！我操！太爽，利我的朋友接受天使的制裁吧！我操，92K那没事儿，我还以为这把他杀了50多K呢，我靠！